哎，朱姐啊，敢真正唔免我过去载你？啊，哦，安尼好，哦，咱等下哦，不见不散哦。我即马要出发啦，哎呦，再见。哦哟，那才烟斗啦，嘿嘿嘿，拜拜拜拜，嘿，哎，哈哈哈。刘贵，啊，小美，你哪来啊？哇，啊，你今仔日那穿甲安尼啪哩啪哩，啊，想要去倒？啊，就甲朋友约伫个私人招待所啦，食饭讲代志啊。你莫讲我穿甲啪哩啪哩，你看伊，哦，今仔日那穿甲遮正式啊，啊？啊，我穿甲呢，应该袂互你失面子哈。哎，当然袂啊。那无我的腰骨呐，何里白干吼？无论咱怎啊，拢想要甲你识看呢。安尼就好啦，安尼哦，咱进来，要那无要几多啊？哎，等等等等等等，啊，要几多啊？我陪你做伙来去私人招待所赴约啊。安怎啦？你应该是袂气嫌我吼？啊，当然袂气嫌啦。啊，不过我是甲人。讲正经的代志呢？安尼我唔只爱陪你去，啊你是拢袂记啊？以前我是一品的财务长呢，啊这新里的场所我嘛是安尼常常来来去去啊。啊，假使讲若真正要甲人讲条件，我是袂输人的呢。哦，我知影你的能力啦，啊不过啥物啊？啊，英雄这局吼，真正无少，带伴去参加。无适合带伴。哦，还是讲你约的人是迄个阿祖嘛，梁明珠啊？啊啊啊！什么代志都拢瞒袂过你啦，你又对啊啦！哎，我是哦，甲伊要讲哦洗钱的代志啦。哎，小妹，你放心哦，我真正是为着我海外资金哦，才约你的死对头哦。假使讲你今仔日约的那是别人哦，我顶多唔敢的。要唔过你今仔日约的是迄个三八阿辉哦，我就一定爱去。我哪讲啊？哦，你就唔知影讲这查某人有一个真歹习惯啊，伊常常都是食我来看我话，啊，拢认为讲哦，家己食袂着的，吼，顶多是较好。所以不管是啥物代志哦，拢足爱甲人抢的啦。咁有影？当然嘛是有影。咱人吼，无一定会当了解家己的亲人也是朋友。也唔讲，那是对吼，家己会冤仇人哦。不管是啥物事啦，啥物代志哦，拢忙甲一清二楚。嘿，有道理哦。当然嘛有道理。我跟你讲啊，假使讲你即马哦，那是想要赶紧达成家己的目标，哈，即马上较重要的就是爱想办法提悬家己的身价。啊，然后哦，让梁明珠感觉讲哦，你这人足有行情的。啊，到时阵伊为着要甲我抢你哦，哈，不管你讲啥，伊绝对拢会答应你的啦。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哎，这么你足巧的咧，哈。所以讲哦，你就一定要找我去，我甲你保证啦，我绝对吼是你哦招财猫。喵喵喵，嘿，Let's go。吴小梅啊，啊你哪里来？有鬼嘞！有鬼在停车啦！梁敏珠啊，啊你自少年哦，就足爱甲我抢查甫了，你的个性哦，那一点仔拢无变啊！哎，啊无你是拍人咧喊救人哦，明明是你拢咧甲我抢查甫人啊！是遐个查甫人哦，那是一看到我哦，家己都活过来了，啊我嘛无法度啊！啊讲真实的啦，我这么受欢迎哦，我家己嘛感觉足困扰的。啊，对啦对啦，哦，都那亲像迄雨神闻着雨屎共款啦。
哎呦，讲话莫遮酸啦，大家拢嘛知影讲哦，你对我就是羡慕嫉妒恨。哎，朱姐，小美。啊，恁两个老朋友已经开始在开讲了哦。啊，嘿啊，有贵啊，我头都要等你讲啦。啊，恁两个人做伙吼，都那亲像迄猴神甲牛屎啦。我是猴神也是牛屎嘞。你哦，我看你是牛屎啦，龟头甲底屎啦。这下跟我约会啊，叫到这个死对头来，是礼拜就对我正口倒下。阿祖嘛。啊，咱两个哦，自细少年哦，就是相爱相杀型啊。啊，假使讲我拄吃一日来哦，就对你好声好泪。我看哦，你等到会感觉就没关系。哎，嘛是啦，啊，唔知这命运哦，到底是安怎安排？答辩哦，我若看一个查甫人，感觉啊，佫袂歹，真喜欢的时阵，啊，你就要来抢。你讲唔对啊，你迄个英年早逝的啊，我就无甲你抢啊。哎呀，无哪有可能会轮到你？哦，啊，唔得真多谢你呢，唔免客气啦。啊，是讲吼，有一寡话哦，啊是爱甲你讲个清楚啦。即马吼，唔免阁藏什么心思在你有鬼个心上啊，因为你梁敏珠哦，注定就是我吴香梅哦手下败将啦。吴香梅，啊，若讲到财力吼，我会当开一间银行啊啦。啊，若讲外表，我还阁真水呢。啊，那你哦，早都是乌目送啊啦。还是要跟我比啥哈？那这玉桂吼，就是介意采着我这种水阁有财力。哦，拜托一下好不好？卖这么自作多情啊啦！啊，家己拢几岁啊，阁这么嚣？你讲嚣哦？哦，有啥人会比你较嚣？一个哦，真水；一个呢，真有气质。嘿嘿，哈哈。梁敏珠，你有听到无？那是一个查甫人哦，乌鲁一个查甫人讲哦，伊真有气质，这就代表讲哦，这个查甫人一点仔拢无水。啊，水是个安怎啦？哎呦，水干呢去做人小三啊？唔对唔对，你即马是老三啦！哈哈哈哈哈！就算讲我是一个老三哦，嘛看下哦，你这个哦，家都比剃扫帚较好啊！哎呀，老婆，刚刚夜晚哦，我那个死啊！哎，至少吼，我捌嫁过翁啦。哪有参像你，啊，甲大个无名无分呐、啊！哈，而且阮阿在世的时阵吼，哦，我有帮夫运呢，可以趁钱趁甲油洗洗啦。哦，啊，若是无才调，就唔通碰风啦。啊，假使讲哦，恁若参像你讲个遮厉害，那恁想做有鬼，叫你替伊甲海外自己安怎搬转来，那无法度做甲到啊。我有我的顾虑啦。哦。安尼就唔免阁讲啊啦，有鬼啊！我看吼，你也是靠我较好啦。啊，毕竟哦，我这朋友多哦，啊，麦当哦，有这人脉，当互你参详其他代志啊。哦，安尼真好，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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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。咩？有鬼！我即马吼，就互你啊，搁这个欧巴桑看我梁明珠的能力。你所有海外资金，我处理。真是的哦。嗯。安尼哦，我伫只哦，哎，甲主席啊说一声多谢呢。若真正哦，代志办成功哦，我李贵这世人永远会记得啊，主席对我的温情。我即马先敲电话。喂 ，Michael 啊。我朱姐啦，啊，
我有一挂衫哦，想要送去洗衫店。嗯。